Play. The All England. Okay. 28. So 35 match wins this year. That's too young. Incredible. A lot of badminton this year. More than I would have predicted. is on the women's single circuit. Playing at the pace and the rhythm that we have seen her this year.就之前这个国家队的专家组的成员给队员们讲这个分析技术录像的时候也提过一个概念，就是你只要每一分球每一拍，你让对方不到位5厘米，这样的话十拍以后对方这球不到位。
那么两到三个失误的这个名额啊，宇飞的快速在走有点跟不上，他现在一定会主动变速。那我觉得现在对于宇飞来说，就是先把第一局的这个注度快、手感精巧、稳定耐打。这款球呢，就是李宁的 C20 羽毛球。今天在我们空中优选到手价仅需要69块钱。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在竖屏模式下跳转至空中优选。 我觉得从这个角度看的更清楚之类的啊，所以它这个场馆就属于风比较大，而且比较乱，不是说每一局每一场比赛的风向啊大小都一样，而且本身羽毛球这个项目呢，我们说的开玩笑一点，就是比较矫情，因为每一天的温度湿度，然后这个现场观众的人数其实都会影响到整个羽毛球的飞行轨迹和速度啊。里面我去的时候，它就很像那种露天的场地的那种石凳啊。 然后呢，媒体看它还算照顾我们，到后边安了一个大概10厘米高的铁片，就是相当于给你当这个靠背儿。比较旧的场馆，如果说你要做彻底的翻新的话，它的硬件基础也不太支持。但是这个馆确实在羽毛球领域算是一个比较传奇的馆啊，塞纳扬体育馆，很多经典。其实这个馆有多难打啊，这个。 昨天其实看了一个帖的男单选手在印尼公开赛上的夺冠已经过去多长时间了？当然，其他的比赛是有比较不错的发挥，比如说刚刚提到15年。第一种呢，就是假设这个球过去了，你就能够占据一个绝对的主动、绝对的优势，那么说明这个球其实你是有想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确实会面临着一些失误的风险。这种球的失误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这两名选手都很聪明，现在很多的球都是从画面左侧的这条侧边去做起，就是刚好利用一下场地的这个风向。哦，好球！啊哈，真的就是把有风场地打神了的那种，他真的能算到风速啊！他开玩笑啊，就他真的能非常巧妙地利用这个风向的大小，然后把这个球刚好打到界面，他的控风能力非常强。 所以说，我觉得，因为这场比赛风是绕不开的一个因素，而且可以看到两名优秀的选手也在很巧妙的在利用这个风向，对吧？
它已经成为了比赛的一个组成部分，那我觉得是有必要去说一下，是而不是说给不。双方比分一直僵持不下，然后拉出像第一局那么大的比分优势。好的，好的。好的，好球，好球。